辅助图形已完成证明。我们看这个题目呢 ，AD 等于 DB，AE 等于两倍的 EC， 求证 DF 就等于 FC 啊。这一张呢是照中位线，所以大家可以往中位线的方向去想想看，制造中位线的条件 ，AD 等于 DB。AE 等于两倍的 EC， 这样 DF 就等于 FC 了。如何利用中位线啊来证明这个题目？有终点吗？那我们公布提示哦，就是辅助线的位置啊，这边已经看到个终点啦。AD 等于 DB 嘛，所以我们取 AE 的终点 H， 然后连 DH， 啊，制造有中位线的三角形啊。AE 的终点 H， 然后连 DH。好，请大家想想看，可以证明 DF 等于 FC， 怎么样证明 DF 等于 FC？好，我们公布证明咯。啊，我们取 AE 的终点 H， 啊，连 DH， 这样形成一个 ADH， 三角形 ADH 本来没有的嘛。那在三角形 ABE，D 是终点 ，H 是终点，啊，所以 DH 是平行 BE，DH 就平行 BE。啊，那这边还制造三角形 CDH 啦，看另外一边三角形 CDH， 那 F 是，AE 是两倍的 EC，AE 是两倍的 EC， 所以 H 一等于 EC，H 一。等于 H 是终点嘛 ？AH 等于 H 1等于 EC， 然后 DH 又平行 BE 啊，哦，所以中位线定理，这个平行这边终点也过这边终点嘛，所以 DF 就等于 FC 了，就看这边三角形 CDH， 哦，终点平行，另一边也过终点，所以它是中位线用两次。在三角形 ABE DH 是中位线，在三角形 CDH EF 是中位线，就可以证明这一段等于这一段了。好，谢谢各位。